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比较残酷的，就是很多事儿啊，一模一样的事情，如果是一个我喜欢的人做，你刚刚说的那些事儿，桩桩件件都是甜蜜的。就是如果我很喜欢一个男的，他今天开车接送我说，你的车就是我的车，其实我会觉得还蛮开心的。然后呢，他一直跟我讲说要见我的父母。